殿下。不用跟着了，把这个送进宫去。是。殿下此时召臣是要？不是召，杜十郎，我是有事要求你。啊，臣不敢。可是，为什么会是这里？出了些事，我那里说话不方便。何况，我也确实想来一趟这里。请问殿下，究竟何事？这一次，我不是强者了。杜十郎也还会选我吗？再等等。哎呦，都这些天了，他到底去哪儿了？他没告诉你？没有。哎呦，恐吓被堵着门。守了几天了，闯下这样的大祸，一个字儿不说就跑了，现在连……哎呦，王翁，马上要发瘾了，是不是该封官了？这礼部都催了几次了，时辰也已经晚了，看这样子，殿下应该不会……封官，封官！还来得及，让他带一件东西再走。去了趟相国寺，我从小学儒，一直把世道看成虚妄，但是世道尽头
却还是忍不住临时抱佛脚，厚颜去恳求浮屠的慈悲。爱意之人犹如直举，逆风而行，必有烧手之患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石火光，如水上泡。云何雨中不惧不惊？云何雨中生嫉妒心？可是我大概没有慧根，明明知道慈悲无量，苦海无边，却还是期盼轮回，期盼再重逢，期盼许给你的那些空诺可以弥补。是先把这一世的事做完吧。